巧克力呢，这个是用我们自己种植在附近的部落，那它是烟熏过的82%的巧克力。哦，很像地瓜薯条，嗯，没有什么肉桂味。的房间，我今天住高雄一间叫做 JOHO 的，这叫什么？就是旅馆。冰箱里有白开水跟柠檬柳丁水，然后还有饮料可以拿。吧台区有胶囊咖啡，桌上的凤梨酥也可以吃。然后电视竟然是 Sony， 而且还支援 Netflix。赶快来玩赛，运动起来！这边还有空中花园嘞。超有味道，
好嫩哦。